不是我每天这边看经典，不是的，我在公司我就提早他们去公司帮他们把门弄好啊，开始帮他们擦黑板啊，弄桌子。哎，老板呢？我以前是11点半才到，吃个饭，下午去打麻将，晚上应酬又长喝酒，然后这就是我做生意啊。为什么？靠着福报在赚钱，不是靠着我的能力啊。因为我的能力都用在赌场里面，啊，我连玩股票都觉得很痛苦，那不是我控制的，啊，所以那是后来我修行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买一个草席，买个草席干嘛？到公司睡午觉，躺在地上，然后先把公司弄好，开始服务他们。在家里我就负责。我老婆不用，我跟她讲，你不用洗衣服了，我会了，洗衣机丢下去就 OK 了。洗衣机是不会吵闹的老婆了，不是洗我的衣服，洗全家的衣服啊！因为我要开始修行，要开始让家里的人认同我啊，变成一个最孝顺的儿子，最尊敬我岳父岳母的好女婿，最爱太太的老公，最爱儿子的爸爸。我这样讲，各位记起来啊，下回你要出家，把这个成绩单拿来。因为如果一个小小家你都服务不好，你小小的公司你都弄不好，跟人家合不来，你说你要去度众生、爱世界、爱众生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啊，你的人性上可能有一些问题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们讲念佛是要让佛入心。你就会产生力量，甚至有人跟我说：“师傅，那你帮我查一查，我有几个堕胎胎儿？我已经修行很久了，我念经也很久了，我要参加什么学会很久了。结果我有一些菩萨会看一查，三个堕胎。我还问他：真的三个吗？师傅好厉害，你怎么知道三个？不是我好厉害，是那永远都在你身上。那你说你修行那么久？”你为什么连个三个堕胎胎儿都超度不了？你还在修什么菩提心哦？啊，你还在修什么伟大的理论哦？还要修什么大圆满、大手印在这边冲哦？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连小小的你自己亲自的冤亲债主胎儿，你都感动不了他，你怎么去所谓超度众生呢？为什么？因为。用一种分别心在修行。我现在加行，那天有两个居士师父跑来找我，我已经拜佛10万拜了。这样，我说来来来，10万拜，外面人很多，你就跪在那边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去跪几跪跪跪几下就好了。拜佛10万拜是要消除我慢，从内心里面尊敬众生为未来佛。而且呢，累积广大的福德资粮，让我成为土地的奉献者，像国王一样。这个国王是要奉献这个土地的。如果你拜佛，你认为你在数字上得10万拜，那我赢过。还有人问我一句话，让我无以回答。师父，请问你四加行做完了没有？我怎么回答呢？我真的没做完呢，因为我回答没做完，他会看不起我。那我回答说，我做完了，那我不骗他吗？那不行。我只跟他说，我们的家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吃个饭、倒个水都是家行。啊，这是我们汉传佛教，我们叫毗尼律要。你每天要洗手啊，要洗脸啊，穿衣服啊，要上厕所啊，都是一个菩提心的家行。啊，都要会念，当愿众生，啊。上厕所的时候，捐除去贪嗔痴，捐除罪法。看到老人啊，希望他消除病苦，离诸乖真，都要记得念。因为你不念，看到一只狗，当愿众生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。那你要每天要修几百遍，从早上睡醒到晚上睡觉，每一个动作都是个加行。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因为什么？你没有脱离现实人间。的家行，所以你才不会放弃这个世间，去追求自己的高傲。我修的法比你高啊！
所以当你认为这个法比这个法高的时候，你已经是知见有问题了，没有平等心了。对感冒的人，感冒药最重要，不是哪一部经啊。所以我认为各位在这一点，那你必须透过你实际的生活去了解，也透过众生的需要去给他需要的东西。你不能说哎呀不要执着万法皆空，哎呦现在生病不要执着万法皆空，现在就还没死啦啊。他应该给礼物就给礼物，他应该给温暖就给温暖，要送花就送花。如果我来到，我昨天来他们门口拿了花，拿个哈达，至少我还想说，大家尊重佛法，谢谢。他们也说，师父不要执着，自己进来吧。那我们佛教就毁了，不要造佛像啊，不要什么供养啊，不要什么礼忏啊，什么都把它消灭掉就算了。啊。所以各位呢，智慧不离开方便啊，所以心诚，那当然身体就恭敬嘛，对不对？对别人的尊敬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尊敬别人？只看到对方的优点。一个人为什么看不起别人？耿耿于怀对方的缺点。但是缺点的背后都是佛性，都是空性。所以请问我们这些众生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？可不可以成佛？没有问题。我们用一心来为他们念佛啊，不但是为这边，这里面的牌位啊，写了很多很多地方的。所以我每天在房间啊，我都会一直写牌位，我就一直想啊，因为你要跟世界接触，所以各位不要不看报纸，不看报纸代表你没悲心。你随时也很想知道你妈妈现在身体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吃药有没有用？那你要看报纸，你要了解这个世界哪里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，那你要找出佛法来对治它。啊，哦，法国巴黎、欧洲的高气温怎么办？哦，那是一种嗔恚心、一种抱怨而来的。所以我要发愿，这个叫自我功德力。从今以后不起嗔恚心，不抱怨，然后要祈请佛力，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。最好赶快下雨。Om Mani Padme Hum，Giranti Sabha，请孔雀明王来下雨。啊，而且也希望当地的老百姓碰到日光的时候有一种反省的心态，然后呢，阳光可以转为不动佛的加持。念一下：诸缘不动，无嗔大悲。佛光普照，南无不动如来。所以这些阳光就马上转为清凉，变成一种超度。所以我们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们有关。我们今天讲爱世界爱众生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何必这样做？我过得好就好了。这个就是一种责无旁贷，叫责任。所谓大乘佛教是所有世界众生的生老病死离苦得乐是你个人的责任，不要依赖别人的承担啊！你要承担起整个法界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。所以你要去了解他，接触他，你要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所以那为了这个事情，所以各位要经常去写牌位，只是一个代表了，怕你忘了。而且祈求大家的力量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有个佛性，用这种菩提心、慈悲心来念佛。这里面有一百个人，有没有一百尊佛啊？不止一百尊佛，因为呢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。一个人发起了一个为利益众生而成佛的心，十方诸佛会不会来加持？十方诸佛皆欢喜，意念就像意念他的眼睛一样的守护着我们，诸天也护持我们。一个人发心，所以我师父呢，在我在家的时候，我要出家，他就给我告诉一件事：如果你要出家，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事情就是出离心，你对世间的爱染放下了没有？啊，第二个就是菩提心。所以我师父特别为我讲优婆塞戒经，讲菩提心大宝基金，他要我去以菩提心去受戒。但是菩提心的基础是出离心，你对世间特别
钱呢、啊，因为我是个生意人呢、啊。然后呢，我也有漂亮的太太、小孩啊。我这个人又爱钱，还爱赌博、啊。我不是喜欢花钱，我是喜欢输钱。赌博从来没赢过啊，但是觉得这个对自己好像，我就在折磨自己，这样失去了，然后看自己能不能风度很好。啊，都在跳楼的边缘，这样啊，保持平静，平静。而且事情这个输光了还不能让家里知道，因为我赌博都用我的私房钱，对不对？对家里所有的这一点，各位，男人好赌可以，你如果爱赌，但是你不能影响到任何人，公司的财产、家庭的开销，你能够不影响，所以我很厉害，我赚的是两份钱，应该讲三份，我太太那边一份，她觉得满足了，我自己有一份赌本。另外一份呢，是我对父母兄弟的永远，因为我觉得女人呢、啊，我顺便讲，我如果给我爸爸妈妈兄弟钱多一点，他们心里就叽叽咕咕这样。你们家四个兄弟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拿最多？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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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说，不然他的名字不叫女人这样。我之所以娶我太太，这个原因也超越这个。有一次我开支票90万台币。那时候刚好那一天赚了90万进来，我就开支票90万要供养我师父盖寺庙。结果我过去的太太拿了这支票以后，她把那张画擦擦，我想了天哪，叫我不要布施啊！哇，这么狠！结果她又开一张100万，她说要么就凑100，佩服，我赚90万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开100万，哎，怪不得你做我太太。啊，我佩服你，他比较男性化，我的太太比较男性化，个子跟我一样高，外表比我漂亮，啊，但是唯一的缺点，他就是太爱我而已了。对，我是他生命的弱点。为什么？你执着，你就会痛苦。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各位在这一点，我这样讲是各位，你要把你的修行做给别人看。你不能孤芳自赏，啊！你不能，反正我是修行人，你管我头发洗不洗？啊！你管我衣服好不好看？你管我走路好不好看？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是佛以他的身口意的各样的圆满庄严来度众生，穿衣服、走路、写字。很多师父不要叫我写字，我写字很丑，你没修。没修就好好念，啊！师父，我讲话不好听，你没修，因为你要成佛，身口意三圆满，无过失，你才能够成佛。所以成佛很有意义的，啊！三大阿僧祇劫的精进很有力量的，而且这些资粮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一切的造的业，这个业的力量会不会跟着你？永远跟着你，不要让恶业跟着你。但是我们要照进所有的善业，回向众生，变成一种敬业、庄严，生生世世跟着我们。就像我回来英国，我认为我在英国投胎很多次了。然后呢，反正回来就是要来还债的，也来累积功德的。过去带他们念耶稣基督，现在改成念佛陀，这样啊。所以如果升天呢，已经升天，还没有升天呢，我们直接带他去极乐世界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我也记住我自己了，因为每次跑来跑去会有一些变化无常，但是呢，这个变化无常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灯如果亮了，自然就有光，这样。所以各位，你最好在头上点一个灯，然后一生气，哇，它就熄掉了啊！你洗洗东西，嘣，它又洗掉了，这样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在修。啊，那事实上这个就是自我观察力。自我观察力就是一个有觉性的人，他知道什么是亮，什么是暗，什么是无明，什么是智慧。你要有那个觉性，这个觉性就是我跟佛的心、身口意是一样的，这个叫觉性。不然你就是迷。所以各位要保持一个觉性，那这个觉性。当然你多看经典，
佛怎么想，佛怎么做，佛的功德，佛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你念地藏经，那你要认为你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愿生口意，这个也是个觉醒。你念阿弥陀佛，那你按照无量寿经保持我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的觉性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觉性就是你的法性，就是你本来的面目。但是你离开了这个铁轨，就像火车离开这个轨道，它就会撞到人。那各位要在这个轨这个法流里面，不能有我执法执。我执就代表我喜欢我讨厌的贪嗔痴，法执是对境界对所谓的法的分别，这个法比那个法高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你就帮助不了他们。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、回教，有没有宗教，任何有情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任何法门，从念佛、持咒、诵经，世间的数学、化学、物理、人工智能，是个世界的方法，都可以拿来变成佛法。懂佛法的人，万法变佛法，你没有分别，所以你每天就是活在一个佛法的世界里面，那你要保持这个状态。所以一离开了拉回来，这个叫修行。修行不是我们应每天都这样念一下，应无所住而生起大悲心，我们不是每次都在这个状态，但是至少随时调整，调整到哪一天完全都不会改变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无生法忍，大悲不退。这就是我们劝请众生包括自己往生净土最主要的目的，而不是说净土好，哪一个净土高，哪一个净土低。我们的动机是要达到一个绝对无生法忍的智慧空性，以及圆满帮助众生永不退转的能力，是为了这个，所以才要去净土。那你既然为了这个，你现在就要开始努力了。你不能说等我去净土再说。现在我们努力不是100分，但是至少你讲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我用菩提心来放生，我用菩提心来念佛，这个都是所做的一切都回向众生，回向成佛，来广修深信因果。所以我想各位所做的任何一个功德都要回向众生，回向成佛啊！所以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广做一切，当然在做的这个福报还要念下来读诵大乘。那你不能够离开佛的菩提心或佛的教法啊！不能说我只喜欢读地藏经，我对其他经没联络，没研究，没什么兴趣啊！有时候各位要惭愧心，像我自己看某一些经典看不懂，惭愧，因缘未到这样。但是我先看，我做得到了啊，我先去做。那看不到不会做的那一段，我跳过去，后面能做的我就做。我就像我看到《金光明经》，我以前也不太放生了，因为人云亦云，别人跟我讲，对对对，放生不太好，迷信啊，执着功德啊，如何如何。那我看到《金光明经》，哇，这《金光明经》讲了这种放生的鱼虽然死掉了，这些鱼就变成10000个天神护持这个国家哎。啊，在放生的时候，他居然把他流水长者子把他全家的饭菜都布施给鱼吃哎。啊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以前批评放生。啊，甚至你要看看《金光明经》，哇，供佛在天。虽然我们拜佛，但是这些天神事实上都是发菩提心的初地、二地乃至到十地菩萨，啊，没有这些护法善神，那也没办法成就佛的功德啊。所以，那既然看了，就要去实践，啊，所以发菩提心，广修功德，以菩提心去种因，希望回向佛果。所有众生成佛，然后呢，要深入经藏。不但如此，各位不能光研究，你讲半工半读。你要开始，像我吃素以后，我就开始在家，我就影响很多餐厅吃素。我故意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很有钱，我每次就是带全公司的人或很多客户，指定那一家咖啡厅，
餐厅，哎，我们这边吃素了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这边没有煮素，哎，你们餐厅气氛那么好，我教你们，我请别人教你们，啊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哎，他们也会煮得很好吃的，慢慢慢慢，我又故意常常去吃，带人去吃，他们的餐厅里面就至少挂一个牌子，本店提供素食，而且会煮了，啊，包括卖茶的也会提供素食，为什么？你如果不让一个荤食的餐厅改为素食餐厅，慢慢走这条路，那你就是没有菩提心，没有劝进行者。啊，就算他永远不卖荤的，那我也会跟他讲，那你有十桌啊，以后你干脆保留一桌，我们这个叫素食区、素食桌，初一十五，那就有人来给你吃，我还故意打电话请客，你们到那边去吃。啊。让他觉得初一十五都有人来吃呢，晚上吃素有希望呢，因为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，啊，所以慢慢有人去那边吃素，他就有一点福报。现在要懂得教他们施食，所以各位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会做，也就是说，各位你虽然学佛了，你要有那种热忱，就像我现在拿着麦克风，就像在市场卖膏药的这样。这样一直讲，啊，然后呢，想尽办法，啊，然后你要有那种热忱、悲心，引导他们也来学佛。而且学佛不是学你的法门，而是他要健康，我们给他健康的方法；他要发财，我们给他发财的方法。从世间法，他已经有信心了，他相信因果轮回了。进一步，慢慢福报够了，你才。有福报而不执着福报，再给他讲相应解脱的，念一下苦集灭道啊，佛陀讲的四圣谛，世间的苦啊，苦来自于无明贪爱，消除无明贪爱，你就可以离苦啊，那你就要修道，勤修戒定慧，一步一步，然后呢，实践八正道的生活啊，但是个人解脱还不重要，我们华人都很好，希望爸爸妈妈健康，希望祖先超度，对不对？希望先生平安，希望小孩子，像最近要考试了，啊，我的微信可爆满了，每个人都要我祈祷，希望他儿子考上，别人不要考上。很少写说希望大家都考上，他们说师父你一定要加持我儿子考试顺利啊，这个给我压力很大，万一考不上还怪我，考上就马上包红包来，人民币1000块，啊。但是我认为我也不会反对，我都会祈愿这个人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对所有的考试的学生跟考试的家长升起一个善念佛心，希望他们考试，如果你准备好了顺顺利利没有障碍，如果你考不上更努力下次再考，这样啊，但是无论如何顺境逆境都成为他学佛的助缘就好了，但是就给我一个机会去为他们助念，生病也好啊，超度也好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当然念头最重要，因为没有对方啊，你就生不起这个念头，所以劝进行者，那现在有网路，各位应该利用网路去接触众生，了解众生的苦，所以我老实说我在微博里面有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，吸毒，她是个妓女，她是个同性恋，我觉得这些生命的经验啊，对我帮助很大。那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去监狱，我特别去这些监狱啊、舞厅啊这些比较痛苦的场所，因为一个人修大乘佛教，没有生命苦的经验啊，多方面的经验，你不知道什么叫慈悲。啊，你的慈悲是有限的，啊，我们要达到无量心，愿诸有情，那你要去接触它，以及这个社会现在的共业现象。所以我想各位住在英国，想到各位比较有国际观，英国也好，欧洲也好，中国也好，新加坡也好，马来西亚，每一件事情你稍微都要去了解一下。而且这个地方要选总统了，那个地方要选总理了，那个地方又有一些抗争呢，都是你关心的范围，啊，所以但是关心的范围有时候你会没办法马上跟对方沟通，但是我告诉各位，来以心传心，
啊，就是最近德国总理梅克身体发抖，对不对？我就帮他调查，也问医生，医生说他这个压力太大，又加上更年期，啊，再加上另外法师说身上有冤亲债主，那我多方面都帮他做。那你会说，这个梅克跟你什么关系？老实说，我认识几个法师，我一问，他以前都做过我的亲人。我现在已经不用问了，反正我注意到了这个魂墓碑，我多看两眼都跟我有缘。我现在已经不用问了，所以佛陀要我们念一下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大慈大悲，帮助众生。那一天我们到爱丁堡的一个魂墓区，想要做烟供，但是那个是在市中心很难，但是魂墓他们有一间一间像房子一样，我们就跑到一个最阴暗又通风，给它烧火了，这样门口要站两个我那边保镖，万一人家经过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结果烧了老半天，哦，终于做成功了。那烧完以后，哎，墙壁有一个脸的相片，我就看这个，鼻子跟我一样尖尖的有缘，我就给他拍个照，拍个照，结果呢，以前是我的祖父啊，啊，那不然我就不能来这边做，而且他们做，哎，他这个祖父呢，现在就得到这个佛法的资粮，他去净土了，啊，将来他就可以学佛了，这个叫缘分嘛。不然这么多浮木，我就这个刚刚好，啊，而且那边做得很不错，所以医生也好，坐在哪里也好，像各位会讲英文，我不会讲英文，好在我不会讲英文，不然我不讲死了，啊，所以但是各位会讲英文，那你应该用英文跟他讲佛法，啊，讲他喜欢听的。一个人要开智慧，一个人为什么智慧比别人高啊？很简单，很热心的关心别人，那你就会开智慧，知道吧？一个人只关心自己，或是成功失败，你的智慧是很狭隘的，很孤立的，这样记住哦。所以原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大智慧，是来自于你愿意承担所有众生的苦，以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实际行为，所以你才会开无量智慧。如果你只关心你自己的法门，关心你自己的宗教，关心你自己的上师，关心你自己的道场，这一点你要小心。啊，所以佛教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让自己归属哪一个法门，因为法门是个方便，在不一样的时间要修不一样的法门。啊，归属哪一个道场？这个一定要小心啊！但是如果当然呢，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前，他们在山里面没有交通，没有什么，反正他一定要求对他上师要忠诚。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变了啊，这个社会我们学的大乘佛教，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、社会关系，你要学的是万法。所以我的师父啊，非常好，我师父常常跟我说，你要多跑啊，像我们这块布，就是按照华严经有53条线，代表你至少要拜53个发菩提心的上师法师，包括他是个在家人，所以善财童子拜访的有航海家，有做烟的，也有妓女啊，他们都示现各种不一样的身份。所以各位看一下善财童子，他在普贤恒愿品里面，所以他如何去学习发菩提心，但重点是他已经发菩提心了，但是如何去行菩萨道，他要去问嘛。哦，原来做航海家，哦，原来做过法师，做过皇帝，做过修行者，做过一切事，做过出家人啊，怎么样的去发菩提心？那意思是说，那每个人都用不一样的身份去发菩提心，去学习，去了解，而且要针对当时候的需要，用当时候的环境来转化为菩提心。就像我们今天用一个饭店的一个会议厅，那我们这边现在是不是一个道场啊？是，但是短短几个钟头也够用了。
但是各位，这个佛法深植在你心里面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啊，我现在。